好，我是吴白啊，今天来到这边，一样啊，老地方的一池啊。今天主要测试浮标跟新的这个鲫鱼饵，看一下状况，水变清了啦。哇，那都看到乌龟鱼在浮啊，在抓晒。不过也量很多，很久没有人来了。这里外面比较好钓了。导入下去的，导入下去也不容易。这里都 OK 的，你对岸比较好嘞，对岸走过来那边岸比较平滑。看一下，因为河道有冲刷了，所以它这边没有像之前那么平。这里可以钓，还有水蛇啊！我这尾看起来老毒哦。没有没有，这一台蓝蛇啦，没什么毒了。来，就过来了。今天主要用这一包鸡太郎为主，其他的为辅。OK。哦，这个饵料闻起来有点像那个夹心饼干那个味道，花生口味的，慢慢想吃。花旗之秋鱼，蛮多的，土壤很肥沃。苗子，这土用手就可以挖开了。嗯，蚯蚓大条。这都有蚯蚓大便，还有没有蚯蚓很多？再准备一只沉底的，我都没有带沉底的。有好多不会的乌啊，这么乌不大条了。挖一个平台，哦，大条，哦，毛利耶，哦，还有大条，大条。这一条，它
它没有掉成底干呢、啊。搁这搁这掉。先用一把这个沉底的，沉底的 ，OK， 直接穿过去，然后软，然后背后有那个刺的，这个背后有刺，但蚯蚓比较不会掉了，没有用外挂哦，直接用这个哦，直接这样。好、哦，好，尾巴给它冻住啊！试试看。到树枝那边去。插到土里，这样子。大致上，把纱线稍微绷紧一点。测试这一只浮标吧，稍微调敏，无倒钩。阿福了，拖塞，看自己休闲池哦，免费休闲池。哦，为什么已经啊？大水花呢？哦，好鲫鱼。大尾的阿福。哇塞，公斤虎，公斤虎啊，英雄啊，哦，我靠诶，一个大杯，大点吧。都靠腰嘞，你这拖已经很难，饶了我吧。
这么饿，好不好？没这么饿。完蛋了，又是多余。打到肚子，关了。不用跑太远，好近。回头看。还好那个是泥土了，泥土的底还好。钓五次都是，再钓一次就五次。钓五次都是福了，再钓一次就有机会了。
钓五次钓不到，再钓一次就钓到鲫鱼了啊，对不对？其实鲫鱼蛮多的，所以歪歪掉，可能被它打到太大力。我跟你说，钓五次钓不到鲫鱼，再钓一次就有了啊。这直接接杀嘞，直接冲哦哟，我去！还不让开，来来来来，没有这没有勾到两勾啊。哇，这个龟也想来呀！哇，乌龟最爱的，完蛋了！哦，自己脱钩，漂亮！断钩还是脱钩？哦，两钩都断。
应该是泰国鲤鱼。阿福实在太多了，太多了。好啦，今天的钓游就到此啦。虽然这边鲫鱼应该是不少，不过哈，应该天气太热，这个阿福真的好多。好啦，下次等天气凉一点再来试试看。好啦，我们下回再见啦，拜拜。